希望佢開心，因為佢開心就好好啊。我覺得我今年都好旺啊！你攞獎係咪又係太太旺夫啊？係啊，都係啦，一定有關噶啦，一定有關聯。咁點催運啊？下一年係咯，催運咩叫催運？生個 B 咪再旺啲咯，係嘅咩？係啊，嗱呢個盡你以為，龍仔啊嘛。龍，我其實我冇乜所謂嘅，我哋都係嗰句啦，我哋冇壓力嘅，隨緣啦，隨緣啦，隨緣啦，係啦。49歲嘅馬國明，去年年底終於完成人生大事，正式迎娶湯洛文，榮升做人夫。唔少網民都祝佢哋早生貴子，希望馬明奔五就可以做老豆。前晚馬明出席馬千星輝頒獎典禮，再度奪得馬來西亞最喜愛 TVB 男主角。佢喺台上特別多謝新婚太太湯洛文，話最緊要佢開心，佢開心就旺夫。之後馬明喺受訪嗰陣亦都直言自己今年好旺，可以主演到三部重頭劇，而且收視都相當唔錯。再加上又有不少商演频频登台搵外快，相信收入非常可观了。马明将功劳归功于太太靓汤旺夫，被问到做人大计，他就说尽力而为，没压力。不过靓汤出席活动就大爆，说老公有吃男性健康补充品，而他自己也有看中医积极调理身体，相信他们很快就会报喜。